紫苏姐姐昨晚给我缝制的布老虎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当然好看了。姐姐，你怎么哭了？没事，停车。 现在到哪儿了？小姐，前方左拐就要上文峰山了。文峰山？不，这不是在做梦，是真真切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。今日是何年何月何日？今日是太正23年4月初三。 是谁？好大的胆子，敢拦住本朝王太傅之女的马车！我，文峰山的老大，来到我们文峰山
就要讲我们文峰山的规矩，要想从这儿过，留下买路财，否则别怪我们兄弟不客气。对，就是这一天，我带着大宝到文峰山游玩，上山不久我们就遇到了一伙山匪，那伙山匪劫持了大宝，直到那个人赶到救下了大宝。改变路线，走右边的岔路。姐姐，咱们不去文峰山了吗？不去了。大宝国安，跟姐姐去救一个人。风吹呀，吹动着你的背影后退，挽回的话等不够勇气就先撤回。雪又落下，片片的白云呀，融化在我的脸颊，成为了流沙。开始的我们一字一句不曾用谎话，后来让谎言将各自挣扎，上演的话难免回家，你是留不住的人，却又放不下。你困住我的远方，困住我的遗忘，你让我变慌张，自不觉的荒唐，你我终究不过走了个多长。你困住我的欲望，困住我的展望，一呼一吸的风凉，叫醒人来人往，也许还未能散场，在这人海茫茫。风吹啊，吹动着你的背影后退，挽回的话攒不够勇气就先撤回。雪又落下，片片的白云啊，融化在我的脸颊，只为留下。开始的我们一字一句不曾有谎话，后来让谎言相声此生和你相逢未嫁时，若有来世，我与你真重携手，从此心情为夫妻。今生为能和你和和金秋，来世一定要娶在一起，也是青丧和人，也许还未散场，在这人海。